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， 今天上到来九龙山呢介绍一间两房开放式厨房给大家看，实用面积呢是662呎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，进来看看先。咁啊，呢一间咧，662呎个厅几大？咁就呢一个咧就是开放式嘅厨房，够晒多橱柜。望下嘅景观先，咁景观方面咧，亦都系全山景啦。望翻下边咧，有个泳池可以望到内湖景。我哋入去房间望下，房间咧就依度系一间头房啦，系非常之光猛噶。咁呢个系浴室。我们进去主人房看看，主人房呢就有个露台，也是个空间感都很大的，其实可以三边落床，这个位置就可以放这个一个大柜。